好，我们现在要练习的是爬音，对不对？史书记第一册的这个 A B C 爬音 G 大调，所以第一个爬音 A 我们叫做什么？第几级？这是第几级？一级，讲一次，一级和弦，好，也就主和弦首席 re。然后再来呢，我们拉的是六级和弦，然后这个六级和弦首席 mi 它有没有转位？有转，因为手到西就不是手，席到咪就不是三度，对不对？代表它是转位，它原来的位置应该是咪收西。好，再来是拉四级和弦手哆咪，这是不是也是有转位？好，它原来应该是哆咪收嘛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我们现在准备好，那等一下你拉的时候我会放伴奏哈。要从一级和弦开始，1、2、3，准备开始。来，这个再一次四级，预备，起，手刀劈。好，回到和弦。好，这样知道哈。所以不管是音阶还是爬音，在练习的时候都要思考音乐。好。